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还有一个百宝箱，真是不平啊。结果看起来在室内。发生什么事？就是你的同伴被我。哎呦！还是触发了，最终还是触发了战斗。把你滚逃之后我才不怕，我用了长枪哎。就说不要对近战武器的敌人使用枪嘞，近距离呢？敌人要怎么打？右枪！看我的无双，流！刺客无双！不要再开枪了！会不会？走。论文在哪？小偷偷进去就不用搞成这样了。What's he doing？ 目标是你吗 ？Didn't win that fight, did you？ Who's？ 啊，这个就放在路上了，放在桌上。这个明明就是蓝兵，我却不能杀，奇怪。啊，不管，论文我拿到了。我应该要跳出去。两个哦。你好贼，我好忙。
Qu'est-ce que je vais dire?蓝冰在看守宝箱，他感觉好像犹豫了一下，然后再，我还是戳死你好了，啪叽。卢森堡宫，在1612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遗孀玛丽德·美第奇·向派尼，卢森堡公爵购买房产以。美第奇，他向派尼卢森堡公爵购买房产，以建造一座豪华宫殿，并请法国建筑师萨洛蒙德布洛斯担任设计。他想将这里称为美第奇皇宫，但巴黎的民众非常讨厌他，因此沿用了这座皇宫的旧名卢森堡。没错，他就是那个美第奇家族的人。只是他在埃及奥认识他们族人100年后才出生，这样子哦。在西元1750年，卢森堡成为巴黎第一博物馆，访客们可以在此看到皇室收藏的画作。西元1763年，卢森堡宫曾短暂地成为法国保安部国家监狱，也就是国家监狱，和丹顿对付许许多多政敌的方式一模一样。在送到断头台前，他曾经在此处遭到拘禁。哇哦，真是个不错的小发现。当然你不会期待 Abstergo 的历史学家同情一位阿萨辛的支持者，对吧？丹顿是谁？我觉得我看过他。说起来，就某种层面而言，我觉得丹顿会遭受到这种命运也是活该。Why？ 丹顿到底是谁啊？等一下翻一下资料库，回忆一下。在1801年，波拿巴家族提供了这座建筑给法国参议院，至今他们仍利用这里执行各项事务。西元1836年，当局对卢森堡宫的所有建筑进行整体性的改建工程，整段工程由建筑师阿尔方斯·德·吉索·吉索尔监督，规模之大，只怕连玛丽德·美第奇都认不出这里是他原先的住所。然而这里的花园深受巴黎民众喜爱。 So Who 丹顿是谁？应该是巴黎故事吧。有没有丹顿？没看到哎，好吧，不晓得在哪里看过他，算了。练财练财，所以这个时期应该是监狱嘛？看它有监狱的建筑。
好像感觉好像在外面。啊，有的没的东西都拿完了，回去找孔多塞尔交谈吧。No way, I'm gonna do this with smelly peasants like you. Hey! Keep your good hands off the ball, Patriots! Go!门一星而已。哎呀！这区好像很多都是门。Mais nous devons agir, sans quoi il sera trop tard. J'espère que ce soit une des ombres qui a été pas été lumière. Bon sang, regardez-le. Doucement.My apologies, Monsieur Condorcet, but some things must remain out of your memoirs. Say no more. My thanks. Of course, I can't tell him. Ah. Hmm. Let's see. Two new ones. Maybe we can solve it.剩下差不多二十分钟，冲啊！équipé de la technique de production de papier la plus moderne, est en mesure de répondre aux demandes et aux délais. 克吕尼酒店，这栋建筑是巴黎最出色的中世纪家庭建筑。克吕尼酒店建筑于高卢罗马人的首都，罗马浴池的遗迹仍与这座建筑相邻。这里又不是罗马，咦？好，我们继续看。西元1334年，修道院院长克鲁尼买下这个地方，并改建成一座联动豪宅。但雅克德昂布瓦兹才是在1485年将这里从本质上改为豪华酒店的人。路易十二的年轻遗孀玛丽都易。曾是这里的房客，这是由于法兰索瓦一世害怕玛丽生下能取代他王位的儿子，因此玛丽被软禁于此以利监视。这么小心谨慎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发现玛丽与他的武官萨福克公爵相恋了。他快速地在教堂结婚，接着与她丈夫一同潜逃，并搭上第一班前往英国的船。现在这里是一座迷人的博物馆，
以挂毯收藏而闻名于世。所以他还是没有解释什么罗马人首都，这里哪有罗马啊？还是以前罗马很大的时候这里也是罗马，好像有可能。他就逃走就逃走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担心他会生下取代王位的儿子。感觉这不然这么不能当作这么小心的理由。我觉得我要先杀那一只，不然等一下他捅我一枪，我就……哎呦，糟糕，什么都看不到。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No! 掩体后面来了。这里有一个帽徽，收集品。那宝箱啊，屋顶上吗？不是啊，在房子里啊。我知道，有罪犯，应该是在那个了，地下道，杀错人。他们两个就不管他们了，让他们慢慢去打吧。哎呦，怎么那么多人？哦，还可以这样子哦，帅哦，枪穿地板。这应该是在底下。不是吗？不是。好吧，之后再找了。做任务要紧，我们已经剩下十分钟可以破这个谜题了，感觉就破不了。
这是让保尔马拉的遗体，他的死前倒进浴缸，锁骨上有个小小的穿刺伤，他皮肤有许多溃伤。穿刺伤的刀，一把大型的厨刀，制造商家标记还打在上面。商家位于乌特福耶街五号。这看起来就是下一个线索。啊，你是谁？I must perfectly capture the death of such a hero to the people. I need to focus. 一位想要在画布上留下马拉死的画家。觉得应该不会是他吧。马拉自己办的报纸《人民之友》的副本，这份副本里面可以看到马拉控诉佩罗特家族支持君主制、安托万拉瓦席将火药出售他国的行为，及容吉特派太过宽容的改革态度。这些都是可疑的人物。一瓶只有补药的空瓶，这份补剂来自于赫普歇20号药剂师格里果布鲁索之手。容吉特派叛徒的名称。名字我就不念了，就是这些人挺多的。那浴缸居然还有盖子。下一个线索在楼下。你在这边干嘛？哎，线索嘞？哦，这个。天一告诉我真相，天一让你看到正义，天一为我提供庇护所，在此生或在来生，唯有天一的力量之中才能获得平静。夏洛蒂·戴科。这里的线索都找完了，目前还没有什么头绪。I've seen so many women coming in and out of that house, you'd think he was running a brothel. 看起来性生活混乱。Why have we been forsaken? He was a true revolutionary. 支持他的人。They rounded up suspects and took them to Saint-Germain prison by the gendarmes. They're lucky if they survived the trip. 好奇的观众。下个地点看看。Mara was one of my patients. I was treating a horrible skin condition he developed while hiding in the sewers. I'll write you the address if you think you might find something there that'll lead to the swine who did this. Mara spoke often of how he might be made a sacrifice for his people. His prophecy.Is fulfilled. 所以跟他身上的脓应该没有关系，就是那把刀，很明显的。A woman came in here last week and bought that knife.
That ebony handle makes it one of my most expensive, but she didn't care about price. She asked about the address of some hotel. I've never heard of it, though. 叫女人来买单。 天意酒店的传单，该不会是下什么的吧？人们，快到天意酒店投诉吧！我们有干净的床单。 下水道看看。啊哈！好久没看到这个了，戳过去的。 也是线索地点吗？不是，这个是在下水道，不是在这。你就跳到那杆子上，不行吗？奇怪。 先开宝箱。 什么？西莫，你艾弗拉寄的信。 一封来自西，这提示好烦啊！ 怎么还有啊？这样我怎么看？ 啊、哦，真的是啊、哦！一封来自西莫尼·埃弗拉的信，其上的字迹大部分无法辨认，让保尔无法承受你不在我身边的每一天。你究竟要躲多久？爱你的西莫尼。感觉就是情杀案件，他太花心了。 一个年轻，觉得这是他的 bug。一个年轻人遭人从后方一钝器重击头部，他手上握着一枚婚戒。咦？又有一具新的尸体，这样就更混乱了。
酒店看看好了。保护平民。If you don't take your rubble and go, yeah, what you stop? Order it today.水的说，看起来还有一半要找，看算了，今天就到这边吧，下礼拜再继续，谢谢大家收看，下礼拜见，拜拜。Where is Monsieur Lafrenière?